萨们真欢喜吼，咱伫个车，冰冻40多年啦，迄当阵啦，陈其士啦，还有呢哦，郑芝啦，还有呢郑丽啦、郑修啦，哇，这几啊个吼，今嘛嘛还阁几啊个伫我的头前，大家啦。总是安尼，这么有心，一对着师父，就是安尼专心伫这个道场做主者，行菩萨道，这大家人用心用爱，真感恩。就是只要大家人师父伫咧，拢叫做第一代，看到这么多。诸亲菩萨还是呢，安尼对真近啦。想着讲，这师徒的缘呐，师徒之间，恁从认识师父，一直到现在，咱拢无离开啦。现在科技发达。啊！我伫咧讲话，虽然人伫华联，同款，恁啊手一指，连线拍开啦，啊，就听到师父的声音；电视一开啦，就看到师父的人影。所以讲吼，恁无离开我。当然啦，我也没有舍弃你们，心一直呢都会想过去，过去的记忆啦。现在上欢喜的，就是来拢会当见面，这呢，予我一当阵，会当予我有机会一直回忆，一直回忆。这叫做意识。咱人人啊，师父常常讲，佛陀呢，甲咱开示，就是啊，人人本具佛性，人人啊，甲佛是平等，只是佛陀2000多年前，伊。觉悟在先，也咱呢2000多年后啦，咱体会在后，咱即马大家人已经呢入主者啦，最主起码有超过40年，最早期那一定呢从少。2、3个一直到现在，这年年累积啦，菩萨求生，搁看到代代相传，第2代啦，第3代啦，第4代啦，真细汉的囡仔。同样的，也会替着祖堂，这呢是阿妈阿公、老爸老母啦，培养囝的慈悲心，啊，培养孙啊，迄、那个代代相传，师父在那讲，难。爱有先，即先之家必有依靠。咱呢，一代一代，或者子孙呐，累积着迄个善念，累积着迄份呢，愿意造福人间，一种无分济少，总是呢，予因知影。
你有偌济力量，心中的欢喜随分随力，啊，得随喜功德。啊，那缘故较深的，就讲呀，你若有时间，也爱投入哦，投入来做善事。看到谢先生总是呢，捧米香啦，那几十年啦，我到处咧捧米香，今仔日呢，看到真正捧米香啦，安尼累积累积，一分一钱一两，安尼去夹夹起来吼，提来好舒服，要帮助舒服啦。去病院迄个事，所以这当阵看到了，我真欢喜吼，了啦！我这几十年来呢，的这份定定伫咧提起，便当一个，所以讲吼，这种的爱啦，实在是永恒啦，所以情真长啦。爱真快吼，所以咱生生世世结这份缘吼，听到大家人真正是人间菩萨，听到多位需要，咱就多位去帮助、去抚慰、去拥抱。看看屏东澄清啦，就是高伟干啦。在无常一声的响亮，这次的灾是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它是火灾，而且灾非常的大。那我们就开始应变，就是启动应变的机制这样子哈。我们副县长就交代我说，很多家属从傍晚大火开始救人开始，就守在那边等着他们家的人有没有被救出来。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椅子坐，没有水可以喝，没有东西也吃不下东西，你是不是去请厂商来搭个帐篷给他们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厂商跟我们说，哎，不好意思，时间太晚了，可能要等到 明天的六点。那没办法，我只好想到丽香师姐在当天有 几具大体被找到的时候立刻送到殡仪馆去。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快两点了，我也是很不好意思的打电话给丽香师姐，她还是接了电话，虽然跟我说没有办法，有时间太晚不能打扰志工，但是过了大概一二十分钟，就有几位师兄师姐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眼泪其实都快掉下来了。那我们慈济人在现场不单单是承担抚慰家属的责任哦，我们也是承担起各个救灾单位的便当或者是茶水或者是点心的供应者，让这些辛苦的人员有体悟到说慈济是他们的后盾。这就是父母心，但永远啊抱着这份菩萨心嘛，父母心在咧爱护啦社会、社区等等，哪里需要我们的，就开始启动到哪里去，这呢去帮助。所以佛陀讲因缘啦，咱把握因缘，这就是菩萨。结众生缘，菩萨若无结好缘，度无众生。啊，好缘呢，若无开化，无法度成菩萨。所以啊，成菩萨，那就是累生累世，生生世世。咱的意识，这个意识啊，常常讲，记着哦，记着，常常提醒，爱记着，
记着好事，咱袂当欠咱一个。不过，大家人爱会记哩，师父感恩，但是呢，爱互师父安心。要帮助人的人，爱先甲家己顾好健康、平安、安全，咱才去做代志。安尼了解无？好，感恩讲袂完啦，叮咛也说不完啦。所以呢，大家人了解师父的心吼，所以人人爱多用心嘛。